你要出发了、喔？哎、欸，欢迎你去餐哥那边看。你要出发了、喔？去哦、喔。哦，老板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老板回来了，好玩吗？好玩、啊。你看是不是真的好玩？好玩哦、喔。在你前面啊。好玩对不对？没有啊，好玩啊。好玩哦好玩、啊！你觉得骑起来怎么样？有力啊！有力，有力啊！啊，刹车嘞？刹车够用啊！刹车够用，对啊。还有 ABS， 也有 ABS 啊，要狂让它做动啊，对啊。哦。可是前调有点差。正常啦，那都买来改的，不是吗？好像也是。对啊，反正你要帮我改啊。可以不要吗？不行，一定要。没有办法。哦看看赵老板一脸得意的笑容，就代表这是一台好车。好玩，骑起来有力，刹车够用，有 ABS 防锁死。只可惜悬吊不够用，但可以改啊。这些就是赵大师对这台 AI One Sport ABS 的第一印象。不知道你对 AI One 的印象如何呢？欢迎留言讨论哦！我是阿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